雪碧跟可乐。我们先把饮料倒到锅子里面，倒一半好哦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剩半瓶，半瓶倒到玻璃杯里面。搅拌，你这是牛奶，我这是巧克力，先稍微加热一下，这是我的。再加入一点点的食用色素。好了，加一点点，让它有雪碧的颜色。稍微放凉一点，我们才能装，把上面的泡泡的咬掉，就是把它捞起来，下面就是雪碧的颜色。可乐也要捞哦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得装进去。我们现在要把瓶子让它的底部冷却。可以把它吃掉。Apple 的就小瓶，我的叫大瓶，因为我妈妈不喜欢切断上面的。把猪脚也切断，你看，你看，打了。我开始倒喽！哇，我的可乐 QQ 瓶真的可以装可乐，好酷啊 ！You see？ 不小心被 Apple 捏破了。我可以把盖子放进去里面了，你看，咚咚，你看里面有一个盖子。OK。